一年一百的版本是瓜姐浓浓黏黏的粉丝的那卖老正红的时候，那已经可能十，应该十六年啊。尾啊，老正红都要土，要征收这块土地啊，咱都无经费啊。啊，每次因为很多人，我们都要出那么多钱，请人家出西瓜，可是因为没有钱呐、啊，所以就不敢办了啦。民国九十七年，苗栗县政府计划征收万宝文农地来做后龙科技园区。经过很多年的抗争，一直到民国一八年，后龙科技园区农地变更案本院建署推过去，万宝土地漳州的技术农地农用，也下太简单，还是在到后龙安阳的西瓜。来，这是爸哥的。很感谢老天爷，让我得到这么多的厚爱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是社会人士或是我的下一代，我一直感触就是，一块土地可以联络到很多人。尊称你叫较大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讲一下。白姐，白姐，香姐。国门前吴江畔，给当时带头抗争、青春的为人之一的冯翔，还是其他临前出来拍西瓜节。有请国企的朋友姜浩老师对土地身上出来的好米西，伊讲前世的欢喜就好。阮囝比较好开呢，以前我是讲按凊彩就好啊，大家。可是他说大家来没有地方坐，没有，他说这样很不好。我们万宝里的里这些地主啊，这些里面跟我们里长，大家这么努力，还有那个。社会的团体呀、啊，老教授他们，然后公益团体努力帮我们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份力量，让我们湾宝可以保留下来。那既然我们都是因为土地的缘分集结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希望说每年他们就可以回来湾宝，然后我们就因为大家回来吃西瓜，然后有点回娘家的感觉。不同的现场来青岛时，我就含有土地征收问题的朋友，对今年来讲，来到环保就像回到每家样的做得头，没做得上夫搞不意见。社子岛还有很多都是很认同同文层的人，还有那个谢文崇他们大埔这些人。可是说真的，我很幸运，他们一直长期的支持我。其实我们也想说串联所有的盟友。把这个去断征收不合理的制度告诉社会大众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，如何推翻这个制度，如何修法来解救台湾的百姓。因为社子岛其实它很可怜，高达42%的人反对去断征收，政府为什么一定要用去断征收的方式来开发社子岛？所以我们想要就是保留像湾宝这样子全部保留，我们就是要的很简单，就是保留我们原来的生活，这样子原地改建。金叔叔的提切西瓜，就像提切打布卡款待银行用的。家乡乐山村已经被政府用现标卖的方式，做得讲小小的就卖出去的钱用户，妥坦的讲，一下将做得将偏远的家乡转做切打的，获得很有环保。我知道，这来多呀，你就会知道，亚张黑 NA。最原始爱的东西了，你看他就一开始当团结的，一开始他家族团结，所以全部都保留。你看一下这个番西瓜节，可以都所有中东的东西啊的，啊，现在上到人家的就那个片呢，他个强，政府一笔他就交出来，啊，全都人吃噶。现场还有农民实习，环保部国企的小农来摆摊卖做生意。一面感谢冯翔，什么汉语计划就来支持泛情水工业企业的利，不能抢上我来支持发冬天。没想到对摆摊的开始数就没停过。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清水有发生一个农地要变成工业区的地方，那我们觉得很可惜。那因为刚好那一年我们男朋友他也种田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想要为土地发声，但那时候其实没有抗争过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红香阿姨她那时候就是二话不说就说要来。我今天真的很高兴，我一直在想说，可能不会很多人，所以很多摊位要来。我说可能不要来，因为如果卖没有东西，我会很不好意思。
所以呢，这个是现在哈地瓜界的最夯的地瓜明星，然后也是我们的明星商品。那在马古前三万的提卖农产品，其实万宝农产的 top sales 总价里，没是富雄的天然模样。所以我觉得我张嘉玲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我很感谢她，真的她肯接我的棒，其实接我的大棒不轻松，可是她愿意接，还有我很感谢我张嘉玲的先生、我女婿，还有她父母，我觉得她婆家都很好。嘉玲讲，从小佮就做农做工的，一直想要田路被发展。几年前，佮就田务兵体归成古来做农，从事每份家个生意呢，扛下来做，是环保最后三个字而他们是孩子煮的啦，所以他们应该是迷你农啊。虽然回来很辛苦，可是，跟我们那个阿姨啊，还有我们里长啊，我舅舅，我们这个团队，我们大家虽然都过程打打闹，就是会吵吵闹闹啦，可是我们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我们还是很努力去把这个我爸那时候的精神这样延续下去。不过你条安乐环保里的李总带点太假，提西瓜、盐、地肚、脱西瓜、摘西瓜，我跑过去哟、哦。南丁西瓜本一条西东面丰富，但是寒气可以用烧面。李总刚刚来讲，请我们毕业就是太感认同俺们的土地。这个土地不是说我们留着，我们说好就好，不是、啊，这个要别人说好才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是一些政治人物了，或者说那个财团，他喜欢没有用啊，我们不要他喜欢啊。农作物这里四十八节的土地用生长，过出西瓜时节就会用西瓜，过有无好果的时节就会看到无无米菜。日本大海农体千次年的米是韩国风景，不过在土地政策的恶化下，从南到北依赖农用土地政策的控制，农体变作的操作的东西，就会当中就会有不管危险的决心，漳州的对政府韩国财团的疏忽，抢回其他的土地。